由於呢個例子可以睇到，要流行音樂市場復興，唯有
如果獎項得主要是由樂迷投票，樂迷為了自己喜愛的歌手得到支持，平時就已經會不停地幫手宣傳，推廣給自己所識的人聽，即是所謂的推坑，這樣才可以令更多人注視流行音樂，這個產業才會有復興的跡象。而樂琴頒獎禮獎項由樂迷嚟選，正好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我方第二個支持樂迷選出的理由是，這樣才可以真正有反映樂迷的喜好。相反，由評審選出的話，本身就會有很多局限，未必能完全反映樂迷的喜好。例如縱觀各地樂琴頒獎禮的評審啦，都是音樂界、廣播界、唱片界等級別的人士，而且一般是這些界別滾打多年才會被稱為專業評審，因此他們的年紀一般都不小，未必可以感染到時下流行的東西。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景軒教授指出，這些人包裝出來的明星及背後的形象和價值，其實未必是年輕人所接受的。此外，評審往往有他們自己的局限，例如有喜好的曲風、編曲傾向，甚至有利益衝突。最明顯不過的例子，正正是2011年的十大勁歌金曲，金曲金獎竟然頒出給林峰主唱的錯，引起全場懷疑。因此，最公平的辦法就是由樂迷投票選出，咁先至可以有公信力同社會真正的認同。縱觀以上各點，樂琴頒獎禮獎項應由樂迷選出。
對於樂壇嘅歌手嚟講，獲得專業評審嘅評語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因為評語所以佢哋知道邊度做得好，邊度要改善，令佢哋可以有持續嘅進步。而喺台灣金曲獎中，專業評審會對每一個得獎嘅歌曲嘅錄音、音準融合到大家嘅技巧作出評語，細緻到連點解嗰一個歌手嘅作品入選都會有講解。例如在第28屆金曲獎的最佳演唱組合獎得獎者 Mr. 和 Miss 就對評審讚賞成功以20-30年代的復古爵士音樂為基底，做出經典的 Bossa Nova。 又例如草東沒有派對入選原因是因為他們完成度極高，並且團隊合作天衣無縫，能夠唱出新一代的老行和衝撞的新風。所以最後想問友方，如果樂迷的投票真的有咁好機制，點解而家嘅台灣金曲獎、西方格蘭美獎、韓國嘅媽媽都係以專業評審嚟選出為主咧？多謝各位。我都係冇聽過。你都冇
冇聽過，原來有分同學你今日對於音樂都係一知半解，你連音樂有邊首歌都唔知道，你仲同我講話原來專業評審係可以去鑑賞。有同學你對於音樂嘅了解咧就過於少啦，我就唔明白點解你仲可以專業評審去同我依個聲。有冇同學覺得，例如係最佳編曲獎呢啲，呢啲獎係咪樂迷決定啊？係。點解係樂迷決定啊？因為樂迷有一個鑑別能力，可以鑑別呢首歌。有冇同學大眾識唔識得填詞啊？唔識。咁唔識啊？點樣鑑別填詞呢一個獎咧？咁佢哋有一個，佢哋唔使鑑別填詞，已經可以鑑別到呢首歌係好唔好聽啊嘛。填詞呢一個獎就係交俾填詞最好嘅人啦，咁點解又唔需要填詞呢？有方同學而家講唔過去呢一個獎啦，咁最後問有方覺得樂迷投票最公正，咁有幾多成樂迷投票先係有代表性啊？樂迷投票依家係全城嘅呢、這個。有方同學請加出一個合理門檻，點有幾多樂迷投票先係公正？全球。有班同學點樣做到全球投票啊？全球都有一個手機，每個人都有手機，手機都可以聽音樂，點解佢哋唔可以去聽咯？有班同學係咪覺得呢個世界上咁多人，全部都係即刻可以參與樂壇投票咧？咁有班同學頭先又話全球，咁有班其實而家根本交出唔到一個合理嘅門檻，例如係叱咤。好，咁再問有班同學，即餐樂壇頒獎典禮，樂迷有錢有機緣就可以買到場入去投票，咁樣係咪公平啊？係。點解係公平咧？佢哋有聽呢個音樂，有聽呢個歌先可以入場去投票。有班同學，咁多錢啲嘅人又可以入去投票咯，咁點樣係公平啊？因為佢哋一定要有聽過呢首歌，先會去買呢張飛，咁先可以去投票。佢哋有一個。咁其他冇買飛嘅？其他冇買飛嘅樂迷就入唔到去投票咯，所以其實有方暗地都知道唔公平啦。即測呢個例子，有方退咗，再睇下網上投票，有方係唔係覺得如果有人蓄意開好多假賬户打榜冇問題㗎？係。點解冇啊？由此可見，喺評審唔等於必然
有公信力，真正公信力是選出來的，要本身已經受到民眾歡迎才可以得到。既然是這樣，一開始就用投票方式不是更好的方法呢？正如我方一直說的，流行音樂市場已經直接日益萎縮，其中一個原因正正是與民眾的距離越來越遠。音樂分析公司 MRC Data 的資料顯示，老歌現在佔據了美國市場的70%，即是說新歌已經越來越少人聽。要扭轉這個情況，自然是應該透過投票參與，令樂迷一年入面不停為歌手及唱片公司推廣。今天我們說 Mira 時代的樂迷卷好瘋狂，但是四大天王和尚又不是這樣呢？而那陣時正正是流行曲興盛的時代，就算不是四大天王之列的歌手，亦因為產業這個病大了而有一席之地，因此主要由投票去選樂壇頒獎禮獎項始終都是搞笑的做法。而有方同學提出一些韓國流行音樂頒獎禮用樂迷投票選出的例子，對方有冇諗過？證明你哋講呢啲情況有幾咁不堪呢？所以，多謝。正方一副用時3分17秒有超時至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二副面第3分，第一副面第最該大家好，嚟到一副位置，三條問題歸納雙方最大分歧。第一，辯題關鍵字眼為主，點樣解讀呢？以台灣金曲獎為例，除了我最喜愛男女歌手兩個獎項，只係佔咗總獎項嘅20%，最佳製作人、最佳編曲、最佳專輯製作人等等嘅獎項，佔咗其餘嘅70-80%，咁係咪又要交俾樂迷投票呢？咁有方同學今日都承認啦，呢啲獎項全部都需要樂迷嘅知識，唔可以以我最喜愛作為一個標準。即係想問有方同學點樣做到佢哋所謂嘅民主啦？第二，專業評審定係大眾可以更確保獎項嘅質素咧？所以睇專業評審，我方主辯都提到《斯時候了》呢首歌入專業評審選出，但係都得到樂迷嘅高度評價，話呢首歌好有感染力啊！所以有方同學咧就論證唔到交俾專業評審有啲乜嘢問題啦。有方台又話咧，今日啲評判會跟唔上潮流，但根據格倫美獎主辦機構行政總裁哈維豪森喺2021話，格倫美獎將會更加關注社會嘅風氣，評審將會考慮社會因素同埋大眾嘅意見。所以咧，專業評審從來都唔係好似有方台所講同社會脱節，佢都會融入社會嘅風氣同埋時事嘅因素去選擇最好嘅歌曲。有方台又話咧，啲評判都可能會有自己喜好嘅風格喎。咁冇可能100%持平，但相比起大眾可能會受社會潮流影響，甚至盲目追捧偶像，專業評審出發嘅角度係由佢專業嘅音樂知識出發，主觀並唔會好影響佢嘅音樂判斷噶嘛。所以反問有方同學，奧斯卡頒獎典禮評審都有自己中意電影風格同埋影星，咁係咪金像獎都要交俾公眾及判斷定輸贏咧？你睇翻大眾，睇翻有方同學方案先。佢今日話要民主，我方主辯同埋公辯都問咗你啦，大眾有幾多人去投票先叫佢認受性？而呢個回答又係根據啲乜嘢嘅準則去制定出嚟咧？有方同學交代唔到。甚至今日我校學生會投票都嘗試有一個機制，如果達唔到一個數字嘅票數，選舉結果就會作廢嘅時候，唔明有方同學咧點樣做到佢哋口中所講咧？哇、啊，我好有認受性啊！喺最後就好似我方主辯所講，瘋狂樂迷傾向嗰兩三個歌手，係咪有方同學想見到嘅樂壇發展方向呢？第三，樂迷同專業評審邊個可以更確保有方主辯所講嘅多元化呢？台灣金曲獎嘅專業評審段永興話，音樂串流平台嘅演算法會建議大部分用家已經熟悉嘅歌曲，用家冇乜聽嘅類型歌就會俾人過濾，令原本已經人氣旺盛嘅歌手啲歌不斷俾人收聽，導致冇乜人氣嘅歌手抄襲佢哋音樂風格嚟增加自己獲獎嘅機會。由樂迷投票嘅2013 MTV 音樂影帶大獎，已經有得獎者嘅聲音風格同埋宣傳策略低下呢個情況出現。而專業評審根據佢音樂知識嚟評價，就唔會受到演說法影響。台灣族歌手阿瑩瑩3年前以《母親的舌頭》入圍年度歌曲等8項大獎。雖然專業評審未必可以聽得明原著文話，但係佢哋可以根據入面嘅音準、感情等因素作出評價，又咪大眾可以做到咧？所以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今日嘅香港樂壇需要嘅究竟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亦或係千篇一律、一成一樣咧？多謝各位。3分05秒，需扣分。跟住係正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時間。
成功啊，只要一定係十分。仲有關入分同埋入分嘅話啦，啊到底係八分成咁重要啊，定抑或係乜嘢咧？其實入分同學首先學埋多定係評審多先有評分。再講入分同學，你憑乜嘢話學埋就唔會感受到詞曲同埋編曲嘅好壞咧？詞能夠講中心中所想，歌曲嘅旋律編曲可以表達到觀眾想表達嘅情緒，就已經係一首好歌曲。相反，如果由評判去選，可能選曲技術上面真係好噶，但係就未必可以感動人心啦。情況就好似舊考會制嗰首《聽陳梅子的琴聲》咁樣，從技術上面都可以見到好好噶，所以先俾人選咗做範文啫嘛。但係你問下舊制嘅會考考生同埋中文科嘅老師啊，佢有邊個仲想會讀多一次嗰首詩咧？其實環顧唔同地方以專業評審為主綠色嘅選曲獎項頒獎禮，由於缺乏樂迷嘅直接參與，受眾寫程度就要直線下降。以台灣金曲獎為例，直到標榜係以專業人士為評審，但就喺外界質疑啊，評審同埋整個音樂市場缺資，好似明明舞曲同埋嘻哈音樂咁樣係世界音樂嘅新興潮流，但台灣金曲獎評審一直就當呢種音樂好似無道咁樣。呢度就明顯睇到評審嘅問題，就係在於你揾到一班對於各種音樂都有同等認識，並且對於各種風格都一樣咁喜愛嘅評審，係真係極其困難噶。到最後啦，佢都只會用自己嘅喜好同埋對音樂嘅認知去選出獎項。到最後，呢啲頒獎禮對於整個樂壇嚟講根本就唔有啲乜嘢幫助。且況就算去到可以懷疑評審制度上最為成功嘅美國格林獎咁樣啦，都一樣有佢嘅問題。佢哋選出嚟嘅結果爭議就比較少，只不過因為得獎嘅幾乎都係市場上面最流行嘅歌曲同埋歌手。但既然你選咗個獎項，就係要頒俾最流行嗰一歌，先至冇咁大爭議性，先至有公信力。咁直接樂迷投票點解唔拿到最好嘅辦法？在缺少樂迷嘅參與下，格林美獎由2012年可以吸引到4000萬個觀眾收睇，到今年跌到幾多？即係得翻1200萬咋？公信力呢個詞語係點解啊？個公入面係乜嘢意思啊？係公眾啊嘛。當樂迷已經唔再睇，唔再嚟呢個樂壇頒獎禮，你頒嘅獎冇樂迷嘅時候，連公眾都冇埋，個公信力又點樣嚟到嚟咧？相反，當樂壇頒獎禮嘅獎由樂迷選出嘅時候，歌手支持者就可以互相競爭，將自己中意嘅音樂利用社交媒體等等各種方法傳送俾朋友，希望得到佢哋支持。一方面就睇咗產業嘅氣氛啦，一方面就可以透過唔同嘅朋友分享樂迷，就可以聽到唔同嘅歌曲。音樂嘅風格喜好其實就好廣泛，但只要聽到唔同嘅歌曲，音樂迷就一定會入迷極運。相反，就可能發現更多自己中意嘅樂曲同埋歌手，因此請各位明白樂壇嘅先決條件係乜嘢，係樂迷，沒有樂迷，樂壇什麼也不是。多謝。主席、評判、有分同埋在座各位大家好，先歸納有分立場。有分覺得一首歌多人中意就係一首好歌，咁按照有分邏輯，最好嘅樂壇平台咪就係抖音咯，因為好多網民都好中意抖音嘅歌噶嘛。咁係咪最近社交媒體成日出現嘅 A B C D E F U， 成首歌都係粗口，就係呢個世界上最好嘅歌咧？因為呢個格林美獎投過15年票嘅音樂經理，佢認為呢首歌嘅記錄日，呢首歌是記錄日常生活嘅憤怒，既然都有咩技巧喎、啊？你一個贏過格林美獎投過20年票嘅製作人，話真正一首好歌唔應該淨係求其滿足抖音觀眾，係要經過精心製作嘅。之後比較雙方嘅戰場，首先係公信力。有本台今日嘅法方案入面，從來都冇一個措施係防止假帳戶等舞弊情況出現，就好似環球數據分析家傑夫哥爾巴嘅調查入面一樣，頒獎典禮投票日就會突然間多咗好多人開新帳戶，被公布投票當日之前多咗30個人拉票。喺有方台嘅世界入面，一定係覺得一個人投30張票係公平、公平、公正嘅啦，好有公信力，反映大眾意見嘅啦。有方同學又話：我哋唔理社會因素，所以咧專業評審就冇公信力啦。咁既然有方同學覺得大眾中意就等於有公信力，點解個個頒獎典禮都要區分我最喜愛男歌手同埋最佳男女歌手呢兩個獎項咧？有方同學答唔到，因為有方都知道大眾係根據自己嘅喜愛嚟投票。況且好多人亦都有好多種途徑，例如 Mira 嘅正職並唔係歌手，而係偶像團體，佢哋之所以咁。之所以咁出名，正係因為市民成日喺電視同埋社交媒體接觸到佢哋，佢哋累積人氣，就算唱功唔係最好，但係識唱歌都可以被提名。呢個例子就係超級新人獎，
歷屆四個得獎者入面有三個都係 Mirror 嘅成員，佢哋被有香港財業之稱嘅陶傑批評將功實力不足，淨係影響力大並唔等於佢哋值得一個實力獎。相反，專業評審唔單止會考慮呢啲歌手嘅影響力，亦都會考慮埋佢哋嘅實力。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台灣金曲獎2019年最佳新人獎得獎者陳奕凡，佢一開始喺 YouTube 上發表音樂創作，開始受到注目，一首創作單曲網絡點擊率破80,000，最後被專業評審發現其潛質，喺2019年佢獲得台灣金曲獎最佳新人獎。所以其實專業評審都係會留意翻社交媒體，頒獎俾網上被發現有潛質嘅歌手，問翻有方大眾投票得獎者只能夠得到市民嘅支持。但係專業評審嘅可以得到市民同埋評審嘅支持，咁邊一個頒獎者係更有公信力咧？而且有方從來根本都冇回應過我哋令樂壇進步，有方同埋大眾意見點樣先可以令樂壇進步啊？有分同學，你一撳落去一個串流平台應用程式，聽咗一陣歌之後，彈出嚟嘅就是一連串嘅廣告，而當中絕大部分廣告都係推介有人氣嘅歌手嘅新歌。串流平台嘅演算法就係令睇歌嘅成為咗你接觸新歌嘅主要途徑。你資源越多，播放關於呢首歌嘅廣告次數就越多。所以如果係一個有實力但係冇乜資源嘅歌手，發唔到好多廣告，就好難會俾大眾留意到。所以就令到有資源嘅人就壟斷樂壇。多謝各位。
咁同我哋就以咗一首粗口嘅歌為例啦。咁我相信首先唔係任何樂迷都會去聽呢首歌。再者，觀眾唔係無指上去識得佢自己面啲噶嘛。嗱，我哋呢個 A B C D E F G 嘅觀看係2億人數睇呢首歌，有幫人點解釋啊？所以咪可能好多人都好似今日有風咁，有風台咁樣咯，覺得哦原來多人睇嘅全部都係粗口歌，哦原來佢樂迷全部都係咁女質噶。或者咁樣睇啦，咁有方同我話全球化投票啦，咁有邊個班嗰啲咧係實際用有方嘅方案而係冇意義嘅？韓國媽媽、無標雙人格等等嘅，無論係選秀節目定係頒獎禮，都係用到呢啲全球性嘅投票方案，就係因為佢哋所選出嚟嘅歌手、偶像全部都係全球性認可，所以點需要用到呢啲方案？咁呢度呢個全球性，我哋咪同佢講咗，就係會有啲舞弊嘅情況啊嘛。有方呢個方案從來都冇講過點樣可以防止呢個舞弊情況出現，有方點樣防止呢個舞弊情況出現，人哋開好多假賬户啊。有方同學，咁就算係評審都可能會有舞弊情況，例如普啲私人人格咁樣，佢哋嘅公司都係失咗錢俾主辦方，到最後個攞獎都係俾錢買牌過有方。有方同學，我哋參加嘅台灣金鐘獎同埋格蘭美獎，佢哋背後並唔係商業機構，佢哋唔會接受任何嘅商業利益，所以其實係唔會賄賂嘅。有冇同學其實荔枝應該比較多元化，比較大型個疑問，就係台灣啊同埋教育美獎咁樣嘅有方。有方嚟答翻我先，見到而家韓國第28屆首爾音樂頒獎典禮刪除咗75萬張票，咁你覺得呢啲人佔大多數定佔少數啊？所以咪見到今日大多數嘅我咪都好崇拜。原來有方同學因為呢個例子，所以有方同學就認為所有人都係舞弊。有方，你有冇參與其中？你有冇舞弊啊？有方同學，我哋參加咧就係台灣金鐘獎同格蘭美獎，佢哋冇舞弊情況啊。好啊，有方同學，咁大家之後都淨係識得聽情歌，頒獎典禮之後又係頒俾情歌，咁以後我彈得翻一種風格又係咪好啊？再問有方，金鐘獎入面嘅評語評判俾評語係令歌手進步定退步啊？咁佢自然出得嚟，佢又係快樂民嘅，自然有佢嘅過人之處啦。有方同學。所以有方同學係會進步定退步？進步。所以咧，有方同學就答唔到我哋咧。今日如果交俾我嚟投票，點樣可以俾到啲意見？有方同學，你採訪你專業評審，每一個唔聽歌都問上上。有方同學答翻我問題先，究竟大眾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彈進步啊？首先，有方同學，你仲未答我評判，佢可唔可以為歌手贏，可唔可以大量投資落去？有方。所以原來送禮物俾樂迷咧，就叫做帶動個氣氛。有方，我而家唔係講緊送禮俾樂迷，而係話應樂迷嘅應援形式，可唔可以為樂壇帶嚟經濟收益？經濟收益唔係我哋最睇重嘅因素，我哋係呢個頒獎典禮嘅對象係音樂人啊嘛。問翻有方，其實有方都知道，其實而家係樂迷投票係做唔到，令唔到樂壇進步啊。咁如果係樂迷啲歌手點樣問佢哋攞評語咧？首先，有方同學，而家嚟樂壇要振興要嘅就係。咁如果冇樂迷冇佢應援冇佢冇佢再投資資金喺邊度嚟啊？想問有方同學，今日樂壇頒獎典禮初衷係咩？樂壇頒獎典禮嘅初衷就係想揀出最優秀嘅歌手啦，但係問題係呢啲唔係話評審話中意就中意，畢竟樂迷都係中意。正風自由嘅勇士用盡即係反方同學而家有24秒嘅時間。所以今日有班同學都係承認咗，大眾其實係俾唔到最興唔到意見令樂迷進步。今日點樣令樂壇進步呢？樂壇未來發展就係需要代表住呢一個樂壇嘅質素同埋佢嘅進步啊嘛。呢個頒獎典禮，咁我哋點樣就反映到呢個樂壇嘅進步呢？所以其實今日有班同學，你完全都冇講舞弊情況，所以其實而家大部分嘅樂迷投票都係舞弊，有班同學係完全講唔到嘅。雙方自由辯論。
主席評判有不合在座各位大家好，樂壇頒獎典禮係每個音樂人夢寐以求嘅舞台，每日努力工作，為嘅就係喺呢個最高嘅殿堂上面受到肯定。但係目前嘅制度係有冇符合各個歌手嘅願景呢？嚟到結辯位置，不妨用三條問題歸納今日雙方嘅分歧。第一，到底喺現今世界，樂迷嘅專業評審投票先係最權威、最果信？我方喺前場提出咗華語代表、台灣金曲獎、西方代表、格林美獎呢兩個最具權威性方案，都係由專業評審把關，雖然唔可以稱得上係完美，但大家至少都認同佢哋喺世界樂壇頂尖嘅存在。相反，有方同學今日提出咗全球性投票嘅方案，似乎同我哋講由觀眾投票都係服眾。有方提出咗韓國樂壇頒獎典禮而家係採用緊呢個全球性投票，但你又係咪確保到全球所有人都會去投票呢？我方並唔係話有方方案唔可行，而喺現實層面上，你所謂韓國嗰個樂壇頒獎典禮係咪真係做到有方所講嘅制度而冇受任何意義嘅呢？所以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完全論證唔到樂迷評審為主呢一方案嘅成效。第二，究竟觀眾可唔可以營造一個公道嘅樂壇環境？老實講，專業評審同樂迷都係人，都會有做錯判斷嘅時候。我方承認有方嘅講法，話專業評審有機會因為個人喜好而改變自己嘅意願，但既然以上情況雙方都有機會發生，不如先睇翻樂迷大眾，佢只係負責聽音樂，唔係代表佢哋識得去判斷一首歌。有我方今日問多次問有方同學，觀眾如何評定填詞、作曲等，有方同學只係含糊帶過。咁有方同學覺得任由打火、造表嘅行為出現，定係學韓國刪除曬所有可以嘅標數，真正嘅聲音被抹殺，係咪有方樂見嘅呢？第三，樂壇頒獎典禮係令人卻步一定令人進步呢？當數以十萬計嘅樂迷去投票嘅時候，佢哋只係例行嘅一個投票嘅工作。音樂人攞到獎後想聽取意見，要問邊個？問曬幾十個人嘅樂迷，冇可能，因為佢哋只係例行一個投票工作，支持你要睇評語，唯有上網睇。但對情緒極端化嘅留言係咪有助歌手喺未來樂壇嘅發展？有方同學冇回應過我方話俾意見嘅方。意見嘅論點，相反，其實專業評審就好似在場嘅評判一樣，雖然都可能有情緒，但正正因為佢哋係過來人，佢哋俾出嘅專業評語可以令參賽者從中學習，得以進步，比起嗰啲發泄情緒嘅留言更有價值。得到樂壇前輩認可嘅讚賞，先係樂壇所需要嘅良性進步環境，並唔係大眾喺網上留言投票，奉勸一個參賽者嘅音樂水平可以做到嘅。比賽嚟到呢個位置，有方同學覺得樂壇頒獎典禮獎項由觀眾選出，代表一切，可以睇到有方極端化咗今日嘅立場。我方今日就同你講，專業評審選出先係真正促進樂壇發展。其實由頭到尾，無論係專業評審抑或普羅大眾，對於樂壇一樣重要。就作為今日便提出一個頒獎典禮而言，邊一方需要佔主導權？我方固然明白音樂嘅對象係觀眾，但係同時專業評審嘅把關亦都非常重要。在座各位不妨睇下現今香港四大樂壇頒獎典禮，多年嚟為人詬病。主因正正係因為佢哋有唔中立嘅嫌疑，背後有商業機構作祟，操控結果。所以喺我方眼中，一個出色嘅樂壇頒獎典禮應該符合兩個因素：一、盡量公平；二、帶嚟進步。而專業評審嘅把關正正符合以上兩個條件。咁有方同學點解仲要支持住一個對音樂人同樂壇幫助都唔大嘅方案呢？多謝各位。反方要持3分3秒冇超時，無需投票。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10分鐘時間。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點解樂壇發展振興需要有錢呢？多人投票點解係唔好啊？多人投票一定係因為佢有個人之處。如果唔係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權威性，我就想問翻有方同學，其實音樂需要啲咩權威性呢？例如比賽之前大家好緊張，你都需要聽音樂收集心情、集中精神，唔通仲需要權威同你講咧？第二，有方擔心如果有樂迷投票嘅話，會因為盲目投票而影響結果。但係你睇下，如果佢哋張票有着數拎，平時有時你猜餅咁大下都話啫，但樂迷投票又唔見得呢個情況喎。我哋講翻歌曲啦，有一首歌由1993年唱到而家，一直都流行。香港人咧冇邊個冇聽過？網上觀看廣告要播呢首歌，啲人時話要唱呢首歌。民村地震，香港明星表示支援嘅時候，雖然改詞，但都係唱緊呢一首歌。喺中國咧，你為咗幾冠亞軍身心不休嘅時候，廣州大足球隊搭咗亞洲聯賽冠軍杯決賽，廣州同埋佢同打嘅時候，仍然都仲係唱緊呢一首歌。甚至乎早前馬來西亞歌唱比賽，都有參賽者唱呢首歌。雖然呢首
首歌出現嘅時候，我哋在座各位咁都係全部都未出世，但係我先想問下，咁我同阿 Trey 打開閃光燈，時就唔講。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想講嘅歌曲就係 Beyond 嘅《維護天空》。咁究竟係樂迷投票啦，抑或是所謂嘅專業評審，呢首歌會唔會今日得到應有嘅表揚咧？相信指不待言。十大勁歌金頒獎典禮呢個舉辦咗39屆，由於有啲年份選咗12首，選出20首歌曲出嚟，因此得獎嘅歌曲總共係有472首。咁由 Beyond 呢個樂隊入邊係整咗幾多首咧？答案係4首，冇錯，佢連1%都冇啊！咁係咪代表香港就冇獎得加獎樂隊咧？睇翻由80-90年代嘅 Beyond、泰極、達明嘅泰、達明天使同埋90年代嘅 DJ、Tommy、Rubber Band、Polo 等等，佢有自由佢都曾經寫出唔少好成名嘅歌曲，但係要去到幾專業嘅評審，先至可以令以上樂隊啲火爐回收咧。其實從本質上，樂壇頒獎係由專業評審去選，係唔可以，只不過就冇必要請。從本質上，由專業評審去選啲獎出嚟，都只不過係一種精英主義心態。佢哋認為一般人音樂嘅味都唔夠，要靠佢哋先可以推介啲值得聽、應該聽嘅音樂。但真正嚟認同音樂，從來都唔應該只係班小圈子推崇推介。正如我嘅樂曲需要任何權威加持，事事就會有群眾嚟擁護。從古至今，理應如此。我就臨死前所做嘅歌劇《魔笛》，我冇得到過任何宮廷裏面專業評審所俾予任何好嘅評價。但喺首演嗰陣，我就得到呢個樂評推崇頭指定。貝多芬嘅第9交響曲合唱，甚至乎係被當時嘅專業評審批評。但結果貝多芬亦都唔需要呢啲人評價，首演嗰陣做5000嘅台上接受群眾嘅功夫，仲比當時嘅國王親臨做多2次。其實呢啲家傳門曉喺我哋音樂科教科書都一定會寫故事，提到想同大家講兩個道理。第一，真正好嘅音樂，就算係只係可以由樂評去選，都唔見得會被埋沒。反而俾專業評審嘅話，可能因為佢哋嘅音樂品味太劣，甚至乎係利益衝突，而無法得到應有嘅嘉許。第二，唯有當每一個樂迷喺度自覺，認為自己都係決定樂壇走喺呢批點嘅時候，我哋樂壇先會重新得到活力，重新得到發展嘅機會。因此，懇請評判同埋在座咁多位，相信樂迷，相信民眾。多謝。正面方面，3:21超時上台分。經過一段落，請大家留喺原位受讓一下，實體評判。最佳辯員需要額外評分，請每位評判只需喺今日8位辯員當中選出較為突出嘅3位，再個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餘下一位填10，其餘5位同學唔使填寫。啲師又想代翻我哋主席提一提翻，就係啱先喺自由辯論環節嘅時候，越早有同學應該係一副位就有講到英文 OK 啦。多謝
有冇代表協會去我去監察分數？
定其實只係嚟自我哋叫做某一啲人嘅做咗少量嗰啲破壞咧？嗰啲叫唔叫公眾咧？嗰個小部分嘅人仲覺得叫公眾咧，小部分嘅支持者係可以用。咁我真係期待呢一下就要幫佢公告嘅時候，將你嘅定義打落去。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可以進入嘅位置啦。同一時間咧，其實呢一個叫做粵方同學都係提出咗話，呢一個叫做學校其實係要講緊專業嘅度啦，專業度可以令到嗰個叫做我哋叫多數都肯定啦。咁呢個相信都係一個比較聽到好似比較強嘅方面時候，但甲方都可以諗一諗，學校係咪真係淨係一班別個人士就夠咧？三個字都留喺位，即係可能當最後如果都係別個人士，當可能係唱片公司啦，可能係一啲叫做詞編音有經驗嘅人啦，可能好有呢個經驗嘅歌手啦。咁但係咪真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係？嗰、那個觀眾樂迷嘅程度係少到只係想望一望 YouTube channel 睇下邊一個邊一個算咧。一個樂壇如果冇咗樂壇嘅時候，佢同普通古典音樂嗰啲叫做樂界有咩分別咧？咁我會期待呢個係自講樂壇呢一節可以將呢一個甲方同學講觀眾嗰成分做推演落去，其實佢哋唔能夠咁樣處理呢件事嘅喎，唔可以成為一個叫做正義個人士嘅一個場合，甚至咁做主要場合嘅時候咧。咁呢個位就可能個交通位就會比較多少少。咁咧總結而言咧，其實我覺得雙方如果真係可能再改善嘅地方，我覺得雙方投入都係嘅。要開始試下，雖然你係打決戰嘅同學，但都要捉一捉究竟大家就住咩範疇去討論。因為我兩年覺得其實雙方到後場都開始唔知道自己強啲乜，亦都唔知道自己應該有啲乜嘅。例如可能要幫同學，你哋嗰個叫做督時偏監視，我完全忘記咗呢個上件事。即係開場就講到佢專業審噶嘛，咁我係無法選出噶嘛。呢個問到幾次甲方同學，咁我唔會選。但係後場好似拉拉雞咁樣又好強調，但係我真係可以問多少少，其實呢一個樂壇歌手係其實成個歌嗰個叫做樂壇入邊歌手呢個名督時偏監嘅編導，好似得咗少少。我覺得你哋再捉實咗佢哋戰略方面、策略方面嘅實用。位係值得大把嘅啫。咁同樣地，甲方嘅同學，你哋都似乎係有個位係公信力比較着在意嘅呢個位置。但係你哋只應該強嗰個個產業發展，特別係香港嘅產業發展。但似乎就好似有少少水過鴨背嘅感覺，即係突然間出現咗浮現一下，咁又去翻啲公信力咁樣。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前場又好，主辯可能要幫手去幫一幫場比賽自己強個位置。嗰、那個連分幾秒，點樣可以捉出嚟打對方咧？後場都係打比賽前要 set 定先嘅話，同自己個隊友都講定，呢條係唔得嘅喎。個後場你係冇保留時候，就要將俾你拎翻出嚟講先嘅喎。係咯，咁我覺得後場戰略方面，喺度捉翻佢自己強嘅位置比較好。始終甲方講得啱嘅，沒有呢一個邊個係邊個去做，只有打好嗰個人嘅時候，咁似乎呢啲會捉翻少少，係咁少少意見。Beyond 呢啲歌大家都識㗎啦，但係專業評審肯定攞到獎喎。跟住你結辯又講咗，係咪四百幾首嘅頒獎裏面攞獎嘅歌曲裏面得四首係 Beyond 嘅啫？跟住就完咗啦，你個例子嘅演繹。因為你係用一個反問嘅方法啊，就問咁唔通咁都係好咩？咁唔通咁都可以接受咩？但係咁點解咁樣唔可以接受呢？其實你係冇深入去解，即就算四百幾首裏面得四首係 Beyond 啦，咁又如何咧？即你要解釋到呢個係一個問題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其實反方都有呢一個情況，粵方都有情況。粵方咧就係成日都會用佢譬如抖音嗰個例子咁樣啦，係嘛？你講首歌 A B C D E F U 咁樣，喂，咁呢首好高隻人口喎，好點擊率好高喎，咁唔通咁都叫做係好咩？咁有咩問題咧？即我假設啊，如果真係呢一個喺樂壇頒獎禮裏面攞獎啦，就係、是、最受歡迎金曲金獎啦，咁又如何？所以我會期望你話俾我聽，點解喺你哋嘅判準裏面
你提的呢啲例子就係唔好嘅。調翻轉，正光講嘅都係一樣啦。點解 Beyond 一定要係攞到獎先叫好？咁你其實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論證嚟嘅，你係假設咗佢應該要攞到獎，而專業評審底下佢攞唔到獎，所以就唔應該。但係你冇咗前面嗰部分嘅論證，就係點解佢應該係要攞到獎先係合理？呢個就我話博壇同頒獎係乜嘢意思？因為雙方你去講自己嗰個立場嘅時候，你都講到啲好處㗎，例如專業咁質素高咁一個好處。咁例如你哋定義嘅公信力，咁多人中意，咁公眾中意呢首歌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咁點解公眾中意嗰首歌係凌駕於粵方所講嘅有質素咧？同樣道理啦，粵方都講你嘅質素，點解凌駕於大部分人喜好呢一首歌嘅呢個好處？咁所以就涉及到乜嘢樂壇同頒獎禮，其實正方又唔係冇嘅喎。你哋其實喺主辯去立論嘅時候，我見到你係有刻意花心思去講樂壇就係流行曲，呢個係你哋想講嘅嘢嚟㗎嘛。跟住去到自由辯論或者後場啲，你又嘗試去講音樂產業。咁呢個我覺得就係屬於甲方所講樂壇頒獎禮你哋理解嘅嗰個本質。如果樂壇頒獎禮嘅功能佢嘅目的就係大部分都係評價緊流行曲嘅好與壞嘅，就係流行曲㗎啦。唔係粵方講嗰啲好專業特殊嘅一啲音樂嘅範疇，咁流行曲個對象係咪應該就係廣泛嘅公眾咧？如果你對樂壇嘅理解係咁，而頒獎禮粵方嘅理解當然就係攞得獎就係以質素為先啊嘛，高質就攞獎都冇乜嘢。但你哋嘅理解似乎唔完全係咁嘅，你可以話樂壇嘅頒獎禮其中一個佢係屬於整個音樂產業嘅一部分，呢、這個頒獎禮根本就係個 show 嚟嘅，根本就係要喚起公眾或者樂迷對於整個樂壇嘅關注，令到佢哋更加會願意喺度你講周邊又好啦，願意支持佢嘅偶像又好啦。根本成個樂壇嘅頒獎禮就係一個表演環節，同一個歌手嘅演唱會其實冇乜太大分別，係啦。佢嘅目的根本就唔係要揾每個範疇裡面技藝最出色嘅人。你可以大方咁去講話，樂壇頒獎禮就係要揾時下最受歡迎、最有人氣、最得到公眾支持嘅人嚟到參與，咁先至有利嗰個產業發展嘅。咁如果你咁樣去定樂壇頒獎禮，你嘅利處咪有個凌駕性咯？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好難拗得贏話點解多人中意係凌駕於質素？除非你話公眾都有質素，或者公眾係有質素嘅評審，但係好難講。咁當粵方問你，咁你嗰啲曲詞編監，咁佢公辯都問得好啊。咁你編曲，咁你點樣樂迷識得編咧？係嘛？咁歌詞你都可以話感染人心啦。咁但係監製咧好難講嘅，即係樂迷真係唔會知乜嘢係好嘅監製。咁呢啲其實甲方係好難去回應。咁所以你如果要贏到呢一個位嘅話，你就要解釋到樂壇頒獎禮理應係點。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意見啦。咁粵方都一樣，其實。雖然你哋都講多好多例子啊，嘗試用唔同嘅即係某個特定範疇咧頒獎，應該樂迷係未必做到嚟去論證啦。但係其實你哋對樂壇頒獎禮應該係你哋都冇一個你哋嘅本質上面嘅一個立場嘅建構。其實你哋暗地裏又唔係冇啊，你有講到話推動樂壇進步啊嘛。咁可能如果係咁，即係你覺得頒獎禮嘅最主要功能就係要挑選最有質素，而你哋所理解嘅質素應該就係技藝上面嘅質素啦，例如唱功。音準啊、音域啊、嗰啲創意度啊，或者嗰個曲風啊，咩叫做高質啊、唔高質啊？呢啲喺你哋心目中應該係一個所謂專業嘅判準，而係一般大眾唔知嘅。咁而頒獎禮應該係有個表揚啊、鼓勵啊，甚至係令佢不斷進步嘅效果嘅。咁如果你覺得頒獎禮應該係咁，你應該喺呢個位上面多啲攞頒獎禮應該係點出嚟去講，然之後攻擊對方即係甲方所講嘅，但頒獎禮唔應該係為咗係產業上面牟利為主嘅。唔應該係以人氣同埋多人中意為主。咁你如果呢個前提上面拗得贏嘅話咧，咁你後面講嗰啲質素會再更加有說服力。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好停留於係你嘅例子邊一邊講得好聽啲，或者你舉一個例子對面答唔答到，但係就未必係本質上成個立論上面贏咗甲方。咁呢度就要多少少去論證啦，即係到底評審嘅專業性對於樂壇所謂你心目中嘅進步，因為你又有啲開揚，即係咩叫進步？即係我揀咗一個可能音準好好嘅歌手出嚟，咪頒個獎俾佢啦。咁你理解嘅樂壇進步係點咧？係咪就係將來嘅歌手就會好重視呢一個音準啊，好重視呢一個曲風嘅創意度啦，定係點咧？咁呢個你可以講多少少你哋心目中嘅推動進步係啲乜嘢意思咯？咁又係會即係更加強一啲咯。同埋咧，要小心一樣嘢咧，就係公辯回應嘅時候啦，你後場都有少少呢個意思，因為你有少少我覺得你啲貪心啦，你又想話其實專業評審咧都會顧及公眾嘅口味。這個呢我覺得甲方都攞人工咯，因為咁佢點平衡嘅？咁嗰、那個咁佢
對其實人格分裂嘅，因為喺你哋心目中有少少對立噶嘛，大眾中意同埋一個專業評審揀出嚟嘅歌都似乎係會有一個即係大相逕庭嘅效果嘅，所以你先話抖音嗰啲咧大眾中意嘅就係低質，專業評審就唔會揀呢啲啦。但係你又話專業評審其實又會顧及大眾嘅感受喎，咁如果佢嗰個歌手佢唱嘅歌唔係咁專業，但係好受歡迎，咁你個專業評審仲考唔考慮大眾嘅感受？即係大眾嘅感受點解會成為你嘅專業評審嘅其中一個考慮？呢個有少少奇怪咯。咁佢點樣衡量咧？如果我哋講嘅門檻啊、尺度啊，咁你個專業評審係好難做到一個決定咁樣。咁呢個就係小心喺立場上，你哋到底係咪即係要包埋對面講嘢咧？包埋都係好聽啲啦。其實我哋嗰個咧係又專業又顧及大眾嘅。咁但係就會有少少即係難去論證咯，同埋你包曬所有嘢咯，變咗咁樣咯，係啦，我嘅睇法大概咁。咁我將時間交俾你先。如果是專業評審的話，可能
質素，製造一個程度。調翻轉，如果嗰個樂壇嘅頒獎禮頒嘅歌只係大眾喜愛歌曲，咁其實唔使揀啦，好似你咁講，抖音都揀過啦，同埋 Spotify 嗰個點擊率就因為咗啲文章好啦，唔使嗰有個頒獎典禮咩？唔係噶嘛。咁但係如果有專業評審講到俾我聽，原來我心目中覺得好嘅音樂就係某一首，譬如頭先你哋有啲細節，有啲例子，啲細節嗰啲好好嘅，即係嗰啲咩完成度好高，跟住又或者唔知用咗啲唔記得咗另一個例子乜嘢，即係嗰啲有啲細節，我其實都係話到俾我聽，我哋樂壇入邊或者我哋行內要求嘅歌曲嘅質素嗰個 level 就係要咁高啦。咁呢個獎先有意義啊，係咪？即係好似即係你阿媽評你嗰篇文話，阿仔你真係寫得好好。同一個教咗三十年書嘅中文老師嚟講，同學你啲中文真係寫得好好，係好唔同噶嘛。咁呢個獎先有意義，大家先會去競爭，即係老師會去為呢個獎去製造更加多好嘅音樂。即係譬如呢啲位就係嗰啲專業性啊、小多動段啊嗰啲方面爭一啲嗰個咁我就覺得會好講好多。即係因為你講到嗰個頒獎典禮，我要求如果水準去到邊個位？但係其餘我覺得對於反方咧，有啲 point 或者啲講法我都係有啲質疑，即或者有啲保留㗎啦。其餘啦，你有講到就係、是如果係樂迷選出嘅，就會有嗰啲假榜啦，會有黑榜啦。咁但係調翻轉啦，其實評審都會有呢啲黑榜嘅情況㗎。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就覺得你要再落多個聽，既然兩邊其實你都知道一定會有呢啲情況㗎啦。咁我就好想你話多聽，專業你點樣唔介意專業評審都有黑榜？都有一個判斷，但係都依然堅持要由專業評審選出為主咯。咁係咯，即係呢啲位我就覺得可以回應得好啲。另外咧有啲保留嘅話，咩咧？譬如你同我講話，你哋要求嘅嗰個頒獎典禮嗰個，譬如你就話要有背景中立啦，有三個條件啊嘛，要背景中立啦，要有專業知識啦，要有豐富經驗啦。咁例如你唱片公司嘅老闆，咁我一聽我呢個好奇怪就係咁，唱片公司嘅老闆又點解會係背景中立咧？又點會唔會有你嘅衝突咧？你問啦。跟住第二就係、是，跟住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會講咗，譬如你話而家啲人咧就唔喺主流平台聽歌，咁佢哋會善用大數據，令到嗰啲人聽歌嘅口味就會越嚟越單一。咁即係話其實你似乎係好重視嗰個口味能夠多元化，或者嗰個口味係咪持平客觀？但係調翻轉，你又會對多對方講話，其實評審都有佢嘅主觀個人口味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即係我又唔係好聽到你呢一方面嘅回應，咁我就會覺得。咁呢個 point 好似又唔係好過到你自己嗰個立場，所以譬如呢啲位我就覺得你哋可以再去仔細啲去諗下啦，又或者係當你諗下你自己點下都要過一次你自己嗰啲立場啊、定義啊、準則啊，係咪可以過到曬而冇乜點樣難度嘅地方？但係照計咁話，難係。胜出的是粤方圣保罗书院。